占星陨落，出宫不可能再回来了。修明，你若是遇到了对的人，一定要好好珍惜他，别像我们一样无数次的错过，就只剩下遗憾了。他亮了，出空还活着，出空他真的还活着。香云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我真的没有看错，自从出空陨落之后，我就夜夜在这里仰望占星。出空他没有骗我，他说过他会回来的。出空他一定在等我，我要去找他。哎，香云。找到他以后，记得早点回来。秀明，谢谢你。